大家好，我是中国吉次小岛之乡乐陵市市长王大山。在新春佳节之际，我代表70万枣乡人民向全球华人拜年了。和我一起拜年的还有我们的乐陵吉次小枣，祝福大家在新的一年里日子像枣一样甜蜜，生活如枣一般红火。乐陵吉次小枣皮薄肌丰，核小肉多，清香甘甜，营养丰富，素来享有枣中之王、果中之冠、天然维生素丸的美誉。乐陵是吉次小枣原产地，占全国产量的10%，被列入国家原产地地域保护。我们开发了枣圈、枣片、枣茶、枣饮料、金丝枣酒、红枣酵素等上百种枣产品，给你带来最全面的品枣体验。在每年的9月初，吉次小枣的试磨期和观赏期，欢迎您莅临中国枣博会，置身千年枣林，感受摘枣、赏景、品美食的乐趣。中华大地，藏珍纳秀，物华天宝。红彤彤的吉次小枣，寓意着喜庆、团圆和健康。无论家中团聚，还是走亲访友，都能带给你最美好的新春祝愿。